我都捡到奶茶的相片，啊，我拄则手无摕好势，撂落去啊，即嘛相片烧掉啊！哎，你这人奶茶安尼啊，这是我唯一珍贵的相片呢！歹势啦，我真正唔知道这尊相片对你来讲怎尼啊重要啊！哪里有拄着你捡的时阵，你想这么久，咱调调，你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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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贱
算算去，冷气烧掉也无法度。那呢？我是不是在问讲，迄奶茶的鉴定报告刚出来啊？哈，哎呦，伊到底敢是老主党的查某囝？ 连这嘛袂当问哦，啊，你毋是就是为着这件代志才叫我出来的？我想问你啊，你敢有确定你摕到迄支罗啊是迄个奶茶的？迄当然的啊，我是对伊的包包摕出来的哦，毋是伊的，也无是谁的啊。你进前为着亲子鉴定报告，得变鬼变怪，老酒店的才会认为你是伊的查某囝，那你敢有可能？ 迄个奶茶嘛，当卡手，迄无可能啦，因为伊根本毋知影我摕伊偌下顶面的头像来鉴定啊。是讲哦，你问遮尔济，到底迄报告到底出来啊袂啊？出来啊！伊甲老酒店的亲子鉴定报告，结果是符合。那呢？ 奶茶真正是老酒店的亲生查某囝哦，是啊，迄条破链哦，会当讲是较合，啊，不过即摆亲子鉴定报告的结果拢已经出来啊，绝对袂唔对。啊，你即摆知影伊是爸仔囝，煞来你有啥物拍算？代志拢到遮来啊，就算讲伊死哦，我嘛互伊变做毋死啊，因为酒家的千金哦，只有我一个。 你的头脑有较成功啊！我本来就无参像你想的这样子讲啦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巧，换你甲我讲，所来你要安怎做？当然是听你的啊！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，我会尽全力配合你。规套计划我拢想好啊，你要听好清楚哦。 你老实啊，动作速干是不是？哎，你是要做啥？放我！我来都好好讲哦，谁这么客气啊？当笑啊？跟你有啥物关系啊？莫啰嗦啦！莫唔管嘛！你来去跑，我报警啊！给我卡细你啊！小姐，你有去吗？已经无代志啊。 你唔免惊，是讲伊谁啊？伊谁做个甲你拍？伊是我的男朋友，伊是你的男朋友，你哪会当这尔酷甲你拍？你到底在倒位？我带你回去好不好？
我怎么刚完男朋友都要走回了，我不敢回去啊。妈，这里啊，小当家。小三对不？我伫咧电视新闻看过你呢，因为你的名伤过好记啊，你小心。对啦，是我。虽然哦，我安尼讲足白目的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感觉你安尼介入别人婚姻，真正足无好的呢。嘉璇姐甲周永成两个人拢是好人呢，好好一个婚姻，互你破坏，你安尼足害的。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，而且我即摆嘛已经受到报应啊！我叫我男朋友拍到足痛的。啊，你的男朋友哪会这么暴力啊？这都真正是我的报应啊！伊常常拢走来甲我讨钱，若是讨无钱。伊就对我起脚动手，我真正是走投无路啊！我看你这个人真好，你敢会当收留我？我这不是真方便的，我拜托你，我袂干扰你伤久。啊！你想看卖，即卖外面哦是寒流，我身躯又阁无早钱，我若是出去，都只会当困伫咧路边，我一定会寒死。哥哥，你忍心看我安尼见死不救？你敢真正无所在去啊？我若是有，我就毋免救你啊！安尼啦。只要你愿意和我留下来，厝内面的家内事，我会当给你斗三工，我嘛会当斗摒扫。啊，就拜托你，你就和我留下来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那安尼哦，你就暂时住伫遮。啊，不过我有室友，是自细汉到大汉的闺蜜，啊，伊即摆去兰屿打工换宿，等伊潜水学完，伊就会回来啊。阿姨回来之前，你都会当住伫遮，安尼就有够啊！我即几工会赶紧去找我住的所在，真正多谢你。没啦，因为我是倒出来，啥物物件拢无带，你敢会当带我去附近买一挂生活用品遐物件？好啊，你等我姐。最近新片集团投资真大笔的资金，托你透过关系调查了后发现，这个公司根本无存在，甚至登记的地址。拢只是废弃的厂房。你可真够病啊！我唔是你甲你吓惊，我是提醒你，莫欢喜过头，连家己是啥拢袂记得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，叫我的动作袂当伤大吼？若是让老周等下发现你有其他的企图，那安尼咱进前这么用心，我就袂了工啊。我是惊，利用这个投资想要掏空公司，而且哦，这几间公司的负责人挂的拢是你的名。我的名，
无唔对啦，我着只查你的犯罪证据，你要偷工减料之类代志，我拢已经知影。啊，即马哦，迄外口足冷的呢，啊，你身体毋是无爽快，你敢要出门哦？哎，恭喜你，无去袂来。我总算后尾变做好野人啊！刷来只要过好路，靠靠的，等病灾散了后，我就无需要过迄种哦提心吊胆的日子啊！你即马袂当找天宇阁兴师问罪哦，咱即马不是查证据去质证伊。你若是去找伊，只会大扫条蛇。全世界拢知影，我赵天宇只是罗冠廷饲的一只狗，我只是伊的傀儡。不管安怎，我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犯罪拢压出来。带人你对我遮尼侪年的时间，我会让你走得无痛苦。我会替你把遗书写好，交恁家的人，你会当安心就好。